王医师有没有思考过，就是说太太的遗物，你总有一个时间要把它清到一个地方放起来，然后那些空间留下来自己用。对啊，其实那时候在找，因为大家先找的最重要的是证件的东西啊，先把证件，因为很多东西要办，然后光找证件就是找很久啊。那找了证件之后，再就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清，因为像有些像衣服那种比较不急的，我就先不动它，反正也没有影响到我自己的东西放我自己的地方。嗯，然后后来有些柜子一打开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瓶瓶罐罐一大堆，都是保养品。嗯哼，对啊，那你这保养品当然就会有过期的问题嘛，就一样一样拿起来开始用嘛，我才知道、那個。你也拿起来用他的保养品啊？没办法，要不然谁要用啊？對会过期哎、欸，而且每一个保养品，像我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类似，我都不懂，我就看，这是 SK two 的小小一罐，嗯，对啊，然后那好像什么擦眼霜之类的东西，嗯、想说啊，那时候他有没有用完的？我想说啊，这个就剩的。没有用完就加减把它用嘛，就反正那天气比较冷，就加减把它当用。嗯、有一天我就在逛百货公司，就看到 SK two， 哎，一样的瓶子，哎，像小小一瓶，我说我去看它多少钱。嗯、哇塞，那一小瓶要7600。嗯，然后后来我回到家，我就看到柜子上面，清到柜子上面，哇，这上面至少有10瓶哎。难怪太太那么漂亮啊。对，我想说，哇，天哪，所有的钱都在上面的。哎，女人很辛苦哎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哇塞，怎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的东西？不是，因为女人要保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说，要让你带出门有面子，她必须要比别人年轻，你才会被夸奖到，是你的面子。对了，这样讲勉强可以，这样钱花得值得。呀呀，那这个翠芬老师就是像这样的状况哦。一般来讲啊，什么多久以后才整理会比较好？对心情？要看整理的，要看自己经过的状况啦，因为那也算是哀悼过程的一部分。啊哈。然后再整理啊，不过我看王医师在整理这个太太过往的物品当中啦，也会唤起很多共同相处的回忆啊，或者是说他过去生前的一些状态，然后可能在心理上啦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连结，然后会用不同的心情去看说，哦，原来太太以前买了这些，然后他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他这样的状况，可以慢慢的整理。其实整理本身也是一个哀悼的过程，跟怀念他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可以慢慢整理那样子。那我们刚刚讲到的，就是说很多人那么爱买东西。那购物成瘾症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？购物成瘾跟爱买族啊有点很大的不一样。像很多人都说很爱买，对，可购物成瘾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不可抗拒，不能够自我控制，然后可能买的东西超过自己负担，高昂的或是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啊。那像购物成瘾症啊，像刚刚廖老师讲的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来找他帮忙的案例，他就是很像，就是他不是在促销的时候买的，也不管这样东西可不可以用得上，譬如说电风扇就买20几个，然后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，像刚刚那个玉峰讲的那个大陆的就是那个案例，所以他们买的其实是一种情绪快感，而不是这个本身的实用性，好像没有用到，但是他还是买。对，所以像很多购物成瘾症啊，其实跟心理反而是息息相关哦。像很多人是因为在高焦虑的状况下会很想买，因为他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高焦虑的时候，然后他去买东西来降低焦虑。那另外有些人是自尊心，就譬如说。小时候可能被笑过或者什么，别人有我不能没有，所以只要别人有，他每一样都一定要有，这种是一种自尊心。那还有一种是比较孤单寂寞。其实我还发现我们，我插个话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也很成功哦，他比我年纪大，宜兰人，伊讲，伊细汉吼，迄个啥？无牛奶好食，同你知道以前有人拢，你班上拢有人订牛奶，对，对，哈，订牛奶，对，他都会送一送用台的，同学是台来，然后但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有订的才有，对，家里有环境比较好才有嘛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说哦。可能你订牛奶，大家吼拢会去提一罐安尼，啊有牛奶的，有苹果的，有啥物，你会记得无？调味乳，对 对，调味乳。哇，他看大家在喝，他才羡慕死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喝过，因为他们家没有钱订。然后他就就抓，讲吼，他有一天如果有钱的时候，他要给他
每天光喝牛奶喝到饱，这也很健康啊。对啊。后不然一段还要吼，这边古林啊，林吼，不然他很生气，他说那么爱喜欢喝牛奶，但是他有乳糖不耐症。所以像这种啊，小刚郑大哥提到这个小时候啊，就是真的非常多购物成瘾跟小时候的经历是有相关的，就是小时候的匮乏感，真的会长大之后变成一个过度补偿跟过度满足。那像我有遇过很多小时候，就像你说你是那个小时候很向往喝牛奶，可是我那个朋友啦，对，你那个朋友啦，他小时候很向往喝牛奶，他是开电视台的老板。但是我遇过很多小女孩哦、喔，就她在小时候哇、啊，好羡慕人家有，小时候好羡慕别人穿蓬蓬裙，然后可是自己家里没有钱买，所以像我有曾经遇过一个，就是她就是去服装店，什么她都不买，就是买蓬蓬裙，可是她现在已经长大了。那也不能穿蓬蓬裙，可是他依然要去满足那个小时候的匮乏蓬蓬裙，那他就不断去试穿蓬蓬裙，然后不断的买蓬蓬裙，他大概有上千件的蓬蓬裙，可是他都没有穿，都没有穿，小时候的匮乏感，就是购物成瘾了。对，他就是购物成瘾，就小时候这些匮乏的感觉，有可能会影响到，然后长大就会一直买同样一件东西，那这种也我觉得也会是有。那像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孤单寂寞，像 我那天在高铁看到一个女生，我感觉她有七十几岁，但是她穿很短的裙子。对对对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有可能她的男朋友很年轻，这个我看过很多案例哦。哦，这样子哈。对。哦，对呀。如果说协调。对，如果像有一些台湾也蛮多的啦，国外也蛮多，就是比较孤单寂寞的，像老人家，大家不要觉得购物成瘾都是年轻人的专利哦、喔。其实我们发现有一批是比较年长者，那他因为孤单寂寞，每天都待在家里看电视，那他们比较买的是什么呢？网，就电视购物，跟网购。所以像电视购物也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啊，就每天坐在那里看电视啊。那看电视，那个购物台的人讲，他就觉得好有道理哦、喔，所以他就可能会一直买，一直买。像这种也是很常见，你会发现购物成瘾中也有一个是比较年长的，这种也还蛮常见的。真的，我有个朋友说，因爸爸妈妈哈无聊就是跟他一直看一百多台那款。对。好，买有够金额有够大，伊就会使点歌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会使唱歌。咱啊，这个啥沙丁波哈，这个陈大哥，啊，这个点什么歌呢？事实上，他因为买，比方说超过2000台或者3000，他就可以有点歌的权利。有点歌的权利呢，他因为有跟他有对应嘛。对。他其实子女哦，他没有时间陪他，所以他就靠那种东西。这样，结果子女提供要求哦，好，规个房间都成空了。那每次来就分米给他啦，烟枪啦，要不然就是饮料啦。好，就是讲购物成瘾。对呀、啊。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